張建峰的頭槌不得，還有羅沙道保總，傑志22分鐘領先。但是8分鐘之後飛馬追平，隊長伊達鬥過滿張1比1。換邊後13分鐘，劉念日比埋中間麥基撞入，飛馬反先2比1。到83分鐘，羅沙道追返球幫傑志攀平2比2。3分鐐後，曾錦濤莫里得手啊，驚險攞曬3分，壓過神希升上榜首，報埋銀牌俾對方踢出局之手。